好，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我是魅影学院的陈义安，然后很高兴能够到今天来跟大家见面，然后接下来做我的 presentation， 谢谢。给我一个掌声好吗？OK，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现在拿起你们的传单，上面会看到我们这个公司魅影学院上面写着是说，有关于 APP 的开发活动，十分钟让它爱上你。好，这件事情非常不重要，我今天不会提到它，我会提到它一点点，但我不会提到它为重点，为重点这样。魅影一直想做一件事情，魅影它一直很想要告诉全世界的人，台湾人，男生女生都一样。就是诚实，诚实，诚实是什么？诚实是你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敢去追求，朝那个方向前进。这还不重要哦，再来一个比较难哦。你要知道你自己讨厌什么，然后你敢去拒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人生中其实常常在做这种选择哦。家里有一天妈妈要求你这个小孩，你可能今天考试考了60分以后。他就跟你讲说，哎，儿子啊，你能不能用功一点，考一个100分回家？然后小孩子很开心啊，就说，哦，好，没问题，我用功一点，然后读书，读书，读书，然后接着去隔天考试，哎，考一个100分回来，哎，妈妈看到你考了100分，她觉得好开心哦，你考100分的，哎，儿子真棒真棒，那你下次开始，我每次都考100分回家。之后那个孩子就开始每次为了那张100分考卷，拼命的读书，拼命的用功，去达成父母对我们对他的期望。只要有一天他考了90分，他妈妈就会回来问这个孩子说，为什么今天只考了90分？为什么你再也不是考100分？可是妈妈会忘记，她一年前这个儿子可能每天都在考60分的考卷。到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要考高中了。妈妈希望你考公立学校，妈妈希望你能够读公立的高中，然后接着再升学到了公立大学里面。没有办法挤进公立大学，你也要挤进头几名的私立大学。你必须要考进这些学校。你最好就给我读医学院，不然就去读法学院，当律师当法官，哦，或者是你能够去读师范学校，想办法有一天能够当一个老师出社会，在公务体系里面，或者是在一个所谓我们铁饭碗里面，然后有一天你能够买房子，娶一个漂亮的老婆，最好爸爸妈妈都喜欢，然后家里要有一台车，生一个女儿一个儿子，然后活到75岁的时候你的心脏病挂掉。这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在过的日子，在向往的生活方向。其实那不是我们的向往方向，是我们希望别人都在做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们花18年的时间在自己父母、在长辈、在朋友，朋友也会哦。朋友今天看到你投球投进一球，他会希望你投球再投进第二球，他会想要看到你在球场上表现得很好，他会想看到你每天都借他橡皮擦、借他铅笔、借他笔记。他会希望你每天帮他写作业、抄作业、抄联络簿，这些都一样，这是每个人都有一样的经验，都有一样的经验。我们都在大家的期望中成长，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忘记我们自己的期望是什么，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期望是什么。我很想说，就是其实所有的一个个人特质，一个吸引力。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诚实。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哦，我们都喜欢高富帅，我们想要看到高富帅的人，男生或是女生就要长得很漂亮，化了美美的妆，然后头发要留长，然后染咖啡色或是金色，那种才是美女，然后一定要穿高跟鞋，身材一定要是什么可口可乐的比例，这些等等等等等等，我们都有一个心目中，我们觉得那才是完美，那才是最好的样子，那才是完美的人，完美的男人跟完美的女人。可是真的拿到你自己面前的时候，你却不知道说他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人？你真的娶到了这样的老婆，你真的娶到了嫁给这样的先生，你再回头想一想，其实那是别人告诉你的，那不是你自己从心目中去体验，去告诉自己说，哎，那才是我想要的人生，那才是我想要的另一半，那是别人告诉你的，你自己在什么地方？诚实是什么？诚实其实就是拥有一个自信，诚实其实就是拥有一个目标，目标就是你的梦想。什么是诚实？当你自己知道你喜欢什么，你讨厌什么，你的梦想在哪里，你敢去朝那个方向前进，你敢去追求你想要的东西，并且你敢去拒绝它。今天你来到了夜市，别人问你说，哦，我们今天要吃鸡排，你有没有意见？你心里面想着说，我想吃小火锅，可是我就觉得说，大家都想要吃鸡排，那为什么我要说我想吃小火锅？
我不敢讲我自己想吃小火锅，我跟着大家吃鸡排，然后吃得很不开心，很不开心，吃吃吃吃吃，吃完以后每天隔天长了痘痘，然后觉得说为什么我昨天要去吃鸡排，我下次也要告诉他们我要吃小火锅，下一次又来到夜市，然后说哎，今天我吃猪血糕，好啊，好几次好几次，我们人生中的选择就这样子被，我们每天都有无限的选择的机会，我们不是没有机会做选择，我们有好几次可以机会可以做选择，但我们都没有选择，然后我们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的声音给压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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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最后那个声音就不会再发生了。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永远不敢讲出啊，妈，其实我想要读音乐，我不想当医生，我不想当律师。我知道我读书读得很好，但我真的很想唱歌，我真的想唱歌。即使我高中那一年，我家里家破，不是家破人亡。即使高中那年我 家庭破产了，然后书读得很好，我妈妈希望我能够当一个医生，我还是跟我妈妈讲说，妈，对不起，尽管我会饿死，我知道我以后赚不了钱，养不了你，我也要读音乐，我也要去当一个声乐家，我也要唱歌。好，回来，那你为什么要用搭讪来当做一个包装品？对我们来说，搭讪、认识女生、认识异性、交往、恋爱，这些都只是一个包装。它是一个什么包装？就是诚实的包装。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来包装诚实？因为我们太傻了，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啊，我们以礼相待，儒家思想的以礼相待。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君子，大家君子之交淡如水，大家跟君子来往又有一个体态上面的完美，要有一个内心上面的完美，人家才会喜欢你，讲话要谈吐要什么样子。但往往我们都把这件事情给误会成是说，我们只要戴上了这样的一个面具，别人就会喜欢我们。错，他们只是不讨厌你，他们只是说哦，这个人不错不错，有礼貌有礼貌。很像一个君子，为人君子的态度。但是等到他们问到说，那你对这个人什么感觉？就还好，就还好。慢慢你会发现说，你生活中有一些讲话比较鸡巴，对，对不起，因为现在是生活中讲话比较讨人厌的那些人，好像反而有很多人喜欢他们。尽管你觉得你很讨厌他，但他身旁就是有一群人常常围着他，但你身旁呢，你看到你自己旁边的那些人啊，大家跟你，是我们是君子，我们在用这种方式跟大家交流。但是慢慢你却发现说，哎，这是我吗？还是这只是别人想要的我？当你在过你自己喜欢的日子，当你在做你喜欢的事情，当你在用你喜欢的东西，并且你拒绝掉那些你不爱的东西、你讨厌的东西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喜欢你自己的人生，喜欢你的生活，然后你就会有自信。因为你在过着你喜欢的人生，别人会开始嫉妒你说，为什么他能够这么诚实，他能够永远抓着自己喜欢的东西在朝着那个方向前进，而我只能在接受别人要求我做的事情，然后朝着那个人要求我的方向前进。然后为什么我过得如此不快乐，尽管我开的是法拉利，尽管我现在收月收入十万，尽管我现在住的是豪宅，我有漂亮的老婆两个孩子，但我为什么在羡慕那个穷困潦倒但是却在那边发光发热的人？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说，人永远都在羡慕别人所拥有的东西，而不敢珍视自己手上的东西。你知道我真的会搭讪，我真的会到路上去搭讪人。我搭讪人每一次开场白都一样，有没有一样啊？就是我基本上就是给一个赞美，我都这样说：嗨，小姐，不好意思，我要过来跟你讲，我觉得你很漂亮，我觉得你很可爱。我觉得你鞋子穿得很好看，我觉得你这身打扮很棒，我就是过来去赞美。然后我要是不过来告诉你这件事情的话，我今天晚上一定会睡不着，你知道吗？我一定会睡不着，而且我保证我会后悔一辈子。为什么？因为我可以跟你讲说，我接下来的日子我不可能再见到你了。你今天在路上遇到的这个女生，你不可能第二天又是在同一个地方遇到她，你知道吗？她比这么大。你如果今天不把握这个机会去跟这个人讲话，你明天就没有机会，你一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跟这个人讲到话了。你如果不把握这个机会，你就没办法。你知道诚实有多难吗？你要告诉自己说，哦，我可以上前，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我可以。你有那个权利去执行你自己心中想做的事情啊。我们心里面都有那个渴望，我觉得这个人很漂亮，
但是我也忘记跟他讲话，哦，或许明天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人很英俊，我觉得这个人很有型，我觉得我要跟他讲说他的理念很棒，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始，那明天好，下次，或者等他来跟我讲话，等他来跟我讲话，我就可以跟他聊天啊，然后我们就等，我们就每天在等，说我明天再把我这件事情付诸行动，不只是搭讪而已，你在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在等，为什么要等？诚实就好了，所有的事情都只有一个问题，全世界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我们都不诚实，我们不敢为我们做的事情负责，我们不敢为我们想的事情负责，我们想的这些事情，我们敢不敢付诸行动去做这件事情？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我们又敢不敢付诸自己的责任去负这个责？我们敢不敢去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我今天想要骂这个人，我骂了，好，那明天我会受到处罚，我愿意接受，因为我当下真的觉得说我这件事情不讲我会不舒服，我会觉得我憋住，这是一些不舒服的事情。我今天如果不追求我这个梦想，我会觉得不舒服，因为我知道十年以后我会跟我妈翻脸，然后跟她讲说为什么当初你不让我做这件事情。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舞台的人，如果大家看得出来的话，真的，其实不告诉你们，你可能不相信，我自己一个本身是一个演员，是一个舞台剧演员，然后同时之间我还是一个歌剧演员，我跟 NSO 在国家音乐厅里面都有合作演出，只是不太常在这个聚会上面去公开讲这件事情，因为大家肯定也不太相信，我自己还在北艺大读研究所。现在是硕二，准备要毕业。问各位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在台湾的路上跟一个路人、陌生人接吻的几率是多少？认为很低，我们就很低，还好，一定行，三个选项，认为很低的举手。很低。好，再加一个好，认为不可能的举手。不可能，怎么可能跟一个路上的陌生人今天搭讪就可以接吻？他觉得有可能的举手，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我只有20分钟，加上一个愿意给我参加接吻比赛的女生，因为像这种比赛吗？没有男生可以进，你可以挑分，然后给我参加。我就是还交不到一个女生给我报名。哎，我就想邀请解释，我来看你，然后觉得有点有趣，我知道有点突然，但我再交一个女生给我参加一个接吻比赛，我报名了，交不到一个给我参加。如果奖品是100万，但是你男朋友不可以跟你参加，你觉得你可以跟另外一个男生参加吗？可以，因为我还是。所以觉得哪个参加这种比赛的人一定是情侣吗？不一定，有可能是兄弟姐妹。第一次遇到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是一个好玩的人，不喜欢冒险。但是你80岁的时候，你会后悔，你错过很多好玩的机会。我可以参加吗？好了，但是我的胶片很贵，一张3000块。啊，好多。对。Hey, you know what this contest is? Max. I'm Max, by the way. Hi, what's your name? Jasper. That's an interesting name. So it'll be really cool if you help us out. Jasper, come on. You don't have to do like the whole 3 hours. And like, no, we don't have to like have like really sexual hot kiss. Just like touch this. Touch. I won't put my tongue in my mouth if you don't want it. I won't. I promise.我来，然后他邀我来，然后我再体验一下，